人真的没有死。下雨了，风好暗，挂在阳台的衣服都还没有干。今天打算来个鲑鱼炒饭，出门前拿出来退冰的鱼，现在应该已经变暖。已经是再一次猜爱，才不能多买。购买的劣质是放在冰箱等着泛滥。一个人做晚餐究竟是简单还是困难？多出一份明天好带去上班。扫地来家事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麻烦，过得出一天比一天精湛。那天也请你来吃晚餐，打电话回家妈妈说有空要记得回来，说我又不是没有人爱的小孩。你知道我只是不想被别人管，我能做的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害怕和谁感到依赖，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勇敢。已经清一次再爱，才不能多坏。多买的也只是放在冰箱等着发烂。一个人做晚餐究竟是简单还是困难？多煮一份明天我好带去上班。扫地拖地洗衣样样自己来，家事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麻烦。我的厨艺一天比一天精湛，那天也请你来吃晚餐。打电话回家妈妈说有空要记得回来，说我又不是没有人爱的小孩。你知道我只是不想被别人管，我能做的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勇敢。越来越害怕对谁感到依赖，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害怕对谁感到依赖。